全局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宜兴观。这是我们的视觉系统啊，黄色这是视神经啊，这个前面这个眼球的部分，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去看我们的眼球啊，事实上它的一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熟知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这个情形来看的时候，其实旁边也有很多像这样，这都是我们的眼球的肌肉。所以你可以看到眼球肌肉它有各种不同的一个走向，所以才能让我们的眼睛啊非常灵活的巧妙的运用。像这个还经过一个像滑车那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啊，所以可以让眼球的一个活动啊非常灵活。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眼睛内部的光线的一个聚焦，在这个视网膜这个地方视网膜也是里面也是不是空无一物啊，也有需要血管的等等，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啊透过黄色的这个视神经啊往我们里面的去送达我们脑部，我们才有办法去解读许许多多的影像上面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眼球的一个结构，它的一个复杂光从整体的一个结构来看，就知道它不是单一的，只是那样的一个单纯的把光线影像弄进来，然后把这个讯息丢到大脑去，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要因时因地因为这个光线等等的一个变化，还有因为外在环境等等的变化，比如说同样的有许许多人从你前面走过，可是你一眼就能认清楚谁是你的这个亲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眼睛辨识系统是非常强烈的，它有很多主观要去抓的东西啊。好，光线改变的时候，我们也会瞳孔跟着改变了。光线大比较强的时候，这个会缩小，这个会放大。那或者是我们紧张的时候，从瞳孔也会放大。所以眼睛啊，确实是灵魂之窗啊。这个会多去注视人家的眼神啊，多去让人家看到你那个诚恳的眼神，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提到瞳孔在某些状况的时候，当然它这个会缩小，譬如像这样子，这是一位意大利的画家叫塞图提尼，他画的阿尔卑斯山的19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女生呢，在这样的一个雪地里面事实上她眼睛啊，哎呀，这个眼瞳孔要缩小的，但是长久之下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是这样子，下着风雪的情形的时候，你看看这画的都是女生哦，请注意啊，19世纪的女生这么样的辛苦啊，因为男生那时候也是辛苦啊，但是女生的辛苦不遑多让，她不只是要哺育家里面的小孩，要打点一家的生计啊，还要出外去，你看看在雪地里面要运送这些东西啊，这个辛劳体力的一个付出啊不在话下。然后常常碰到悲伤的那个场景啊，在那个时代啊，为什么人命朝不夕保啊，瘟疫啊或者是饥荒啊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人命的一个这个是流失亲人的这样的一个逝去啊，都是残酷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状况。虽然风景是如此的秀丽，但是人生是如此的无情啊，这个是从画作中我们可以读得出来。然后他们的女生的一个工作，你看晚上还要休息了没有啊，还有油灯的这个状况之下，在牛棚里面看着这个牛还要做这个纺纱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在这样牛棚里面还要坐着背着小 baby 喂奶的动作，然后累到最后累瘫的这个状况，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妈妈妇女们辛苦的这个情形啊。所以那个时代确实是蛮辛苦。好，这些画作我们都读得懂，因为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农家的一个生活。这个画作就有点点怪怪的，同样的这个画家画的，同样的那个背景阿尔卑斯山雪地的背景，怎么有人飘在这里啊，飘在半空中这个状况啊。这个画的名字叫做处罚，为什么是处罚人，把它弄在魔术，把它变在半空中吗？是怪怪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解释。好，
他的画作里面这个女生所占的一个比例啊是比较多的这个情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女生相对是比较少，但是也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啊，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性啊，那么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吞咽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然后上腹部有点疼痛，最重要是体重的一个减轻。这体重的减轻啊，绝对不能把它掉以轻心啊，除非是刻意啊，比如说要减肥，吃得少，运动的量比较多，这个可能体重会有点下滑的一个状况。但是没有些什么特殊生活习惯的一个改变，但是体重下降1个月2公斤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这个还是要特别的一个注意。所以给他做什么？这是食道胃镜的一个检查，会经过食道。那食道下去以后，就发现这个地方不对啊，这个地方不对，这是在胃跟食道交界的这个地方上面的一个地方，大概几公分，3公分左右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样溃疡、溃烂，有一些出血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是表示这是有肿瘤。那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顺便也会给他做一个切片的检查，那证实了这是一个食道癌。食道癌，所以女生食道癌是相对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还是需要注意啊。还好症状它出现的比较早一点，所以这个诊断也给它确定，然后照其他的一个影像上面的一个这个帮忙的时候，可以发现它局部还是主要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因为这个如果发现的更晚一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肿瘤在这个位置啊，这个空间只有这样子，这是食道的空间。它肿瘤更大的时候，这食道就没通路可以过的时候，你就会吃东西，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吃不进去，食不下咽啊，后来就会先改成流质的，流质也没办法下咽的时候，这个就是连那个口水都没办法这个吞下去的时候，这个病人常常会还要准备个杯子啊，让这个口水还可以吐出来。状况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肿瘤通常就大到更大的一个程度，然后也就比较有机会它会扩散出去啊。那还好，这个病人这个胸腔科的医生，胸腔外科的医生诊断出来以后，知道他是在这个，这是我们的食道进入胃的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上面大概几公分，3公分左右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长的肿瘤。那这个地方给他做这个食道的一个肿瘤的一个切除以后，那你要怎么把这个，不是说把它切掉就没事了，切掉完以后我们吃东西这个怎么路还要重新给它建立起来，不然就不能吃东西，那不就完蛋了？总不能一天到晚打着这个营养针啊，那是不行的。或者靠着这个小肠那个地方弄一个管子啊，给它灌食，不行。所以还必须要重新建立起这个我们吃东西的食物的要通过的一个管路啊。所以这个通过的东西可以怎么去建立啊？这个看他的一个状况啊，也很难想象。像这个病人他是用胃这个地方，因为是接连着胃，所以胃想办法再给他剥离分离以后再往上拉，这个待会跟大家提。有一些是用大肠啊，那所以这个外科医师真的实在也是蛮厉害的，可以把大肠变食道，可以把胃变成食道就是把它改道为什么？就是要让它原来不通的路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一个管道。那这个大肠这样弄上来会对原来的大肠造成什么影响吗？不会。胃给它弄上来会对原来的胃造成太大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影响吗？也不会啊。所以透过这样精巧手术的方式啊，可以把这个病人呢重新建立起他的一个这个营养的一个通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把肿瘤切除以后，把这个胃这个地方啊，血管呢局部有些要把它分啊，让它这个自由度比较高，这个伸展度比较高的时候，可以把它往上拉，拉上去以后再跟原来的食道给它做吻合的这个动作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是借过这样的一个手术啊，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隐约中可以看到这就是胃往上拉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是没有漏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病人啊经过这样子得到这个解决啊。那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因为他的这个食道跟胃是我们是在一起的，如果是严重的话，他也可能影响到这个气管的一个状况。好，回到原来的那张图，这为什么是惩罚？他画的是说，假如女生生下来是一个食产，或者是婴儿很早夭的话，这个女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处罚，她的灵魂飘荡在山林天际之间，而无法到达那样的一个该走的一条路啊，这是那个时代对女生的不公平啊。
还有这回事啊，女生已经在够辛苦了，男生多做一点事吧。欢迎收看，再会。